近年有留意优质新盘的话，相信对黄竹坑绝对不陌生。想进驻这个具发展潜力的社区，机会又来了。详实今年投炮项目港岛南岸第三 B 期 Blue Coast 到底有几吸引？ Blue Coast 除了是港岛区铁路盘，还是详实今年投炮项目，相信发展商亦都信心十足。第三期是整个港岛南岸所有住宅项目入面规模最大的一个，住宅项目分 3B 和 3C 期发展，合共1200伙，第 3B 期提供642伙，超过八成单位采用角窗设计，享有双景观，单位实用面积介乎452至1267平方尺，户型涵盖两房至四房，三房占超过七成，主打大单位。重点来了，港岛南黄竹坑站全新地标商场 The Southside 就正正在第三期下面，51万平方尺，提供过百间商店，还有戏院，商场和港铁站无缝连接，还有24小时通道连接屋苑，方便程度爆灯。 3B 和 3C 期亦都是这么多期之中最近黄竹坑站的住宅项目。Blue Coast 位于 The Southside 商场上盖，是区内唯一项目拥有专属升降机 Blue Star， 由住宅平台直达商场港铁站入口楼层，可以用最快速度到达车站，两个站直达金钟，三个站到中环，或者过海去尖沙咀，快至直达核心商业区。拥有顶级配套之余，优良校网亦都唔少得，除了有传统名校，亦都有多间著名国际学校，小朋友可以全方位发展潜能，优质学府任君选择。区内顶级私人会所深湾游艇会、香港高尔夫球会、香港乡村俱乐部名流云集，享受尊贵品味优质生活。附近还有一齐各式体育场地、硬地足球场、仿真草足球场，一站式提供多项运动设施，健康生活话咁易。点少得港岛南地标海洋公园，搭一个站就去到，在主题乐园一起享受亲子时光，相信是每个家庭的珍贵回忆。黄竹坑受惠活化工厦政策以及跃动港岛南计划，近年社区转型，逐渐发展成大型商贸区，甲级商厦相继落成，提供大量新职位，人才汇聚，未来租务和住屋需求自然大增，潜力十足。极致便利，无限潜力，港岛南岸第三 B 期 Blue Coast。